人长大了总要离开家，因为每次团聚对我来说都很奢侈。但是大象不一样，大象这一生都可以一直和自己的家人在一起。你不知道，现在每年这样的大象家庭因为他们的象牙而倒在枪口下。你们的购买也许是无心的，但对于他们的伤害，对于他们的离别却是永远的。我相信你一定会做出负责的选择。